今日是12月2099年冬天，我是一个机器人，受到哇沙达56指示进入一个卢博斯城市。我的人工智能可以读取到城市资料，现时个城市是开咗冇耐，有少量巴士可以。生产今日我生产唔到巴士，只能坐巴士。我暂时未有巴士牌，但我嘅思路机有坏坏地影唔到大部分画面，而我坐紧嘅系阿华达富豪台电道呢个城市有建筑，但我分析呢个唔系真实巴士路线地图。我已经坐咗车大约唔知几多分钟，因为我系冇时间观念，要慢慢学习。